春夏分解五秋，春夏分解十秋，花开五香蕉五十分钟里停到秋，再秋，三秋，春到秋，再秋，三秋。请讲师慈悲，请到秋，春到秋，讲师长。风主对我，有缘会正好合。有缘会正好合。不浅哦，不浅哦，不及格，不及格。不行端名数理，不行端名数理。阴阳之无，阴阳之无。理文好合者，理文好合者。这个
你相亲地主上相好合。那么孔宪林呢？当然伊嘛即讲实在话，伊未使忘言忘语。那么时间无主呢？对孔无主呢？哦，主意就发了，加伊三十岁为孔宪，哦，伊就是哦，足百人花。那么花个呢？唔是其他方面来拍平顶，花个就是讲不前路不及格为花个标哦。但是呢，颜如珠伊就断命哦，早早就回康，回康七年个金金也接，即个王就高怀的，离婚花个起来啊，也唔捌听过传颜如珠遐个花个。这个十个宗旨就是孔子在赞美颜渊博学，并且痛惜博学的难题。是，爱公问孔子，弟子中之博学者，孔子基础讲话，哦，老爱公，伊嘛作爱公，伫孔子生前弟子内面，哦，什么人上博学，啊，什么人？想会当做行过，伊作笑笑讲，要伫三千弟子内面来选择一挂哦，真正好学的孔子的弟子出来替伊做行过。孔子呾伊做行过，并说明伊好学的属性是不前路不及格，所以讲是奇怪。咱来到家这个时阵。咱唔免惊讲，咱无捌字，哦，或者咱经济捌，拢袂甲想个，哦。孔圣人呢，基础干做个话是不前路不及格，哦，不前路即个经验，要会当做会到，唔是遐尔简单，唔是遐尔简单，哦，啊，佫不及格，哦，更加难得。不前路更不及格，更加难得。哦，不前路不及格，都是因为方面的代志。哦，可见孔子所谓学，是知行为的修养，品德的成就。但是，姊妹，咱来遮要有功德，要有功德，唔是捌足济事的人得有功德，嘛唔是足好嘅人。得有功德，啊、哦，是讲行为的修养，甲品德的精进。最近不作的报，一万的财产，讲世间有几百人，一万的美金哦，啊、哦，你安尼甲想，这人敢是真正有修养？不见得，哦，而不是偏执知识的追求。唔是讲好，即人知识足悬，哦，就是足功德，就足有品德，唔是安尼。因为孔子认为做人是一个，哦，一个人入心处世根本，家就是伫互咱练咱的入心处世，咱要安怎入心处世，来到这个所在，一回要多普渡。有这大德环球，哦，啊，佮有咱足济讲师，足济点传师来讲真济这个道理，互咱听，互咱了解，哦。所以咱入心对入心，处世根本，咱爱好好去家体会，哦。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特色。孔子教育弟子。哦，伊个特色，哦，伊个思想，哦，是不前路不及格，所以人颜渊天生性格，颜渊呢，讲起来就是讲带命过来啦，带命过来，所以心在定，心在定，心虽然在出世间定时，但是伊个心都是一个道理，心都是一个道理。所以在定不静，在心定世间内面不静定，凡言不迷，
有什么机会，伊都袂去学买卖去，啊，有什么机会，我拢袂去学买卖去，啊，业障就不生，无去学还业买卖去，业障就无这个在，哦，增加，哦，啊，咱脑袋做，有在修，咱的业障就慢慢啊无去，是呢，所学该用心做呀，咱呐安尼，咱呐还业无去学买。啊，业障未生，咱自然所堕落的，前世所做的业，就慢慢啊，慢慢啊消除去。哦，再来了解，第一，秉性恶恶不惯，眼眼就是秉性恶恶不惯，好恶，而且未感觉疲劳。啊、哦，所以孔明主也讲，恶不厌，狗不惯，伊的特性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每逢事理，定感有交缘，至真圣人之德。不得拄到什么事理，伊拢会去甲想者，去甲想者，甚至呢，伊拢会去甲反省去看，对一个圣人之德，伊都拢会甲掠出来。处业其克己之功呀，所以伊这就是克己。哦，克就是克服咱家己啊，诶，这个功劳，所以十一篇啊，十二篇，颜渊一篇，颜渊文人，孔子甲讲，克己复礼为仁啊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呀。你要问人，你要了解真正人，无什么感，无什么外心的感悟。克服你家己的私心、家己的欲心，克服去的，安尼就归到神的境地。哦，所以孔子在讲，哦，甲这个颜如主讲，克己复礼为仁。哦，所以颜如主知影这个情形，就赶紧归的，请教夫子，讲请问题目，孔圣人就甲讲啦，哦，讲回礼有事。回礼不言，回礼不甜，回礼不动。颜如主就甲林先生讲：“回虽不敏，千事所归。”老师啊，我虽然足含慢，但是你讲这给我听，我一定照你的交代都会做。所以伊才到我到达到圣人的境界，是咱了解。哦，切记后面就当归人。咱一个人就是克己复礼的功夫做到出来，哦，咱就咱归人的境界。所以孔圣人嘛，甲咱讲啊：人万何在？我欲人事人耻。人离开咱无缘，是咱唔做尔。咱若要做，咱每一个人拢当归人。所以就是讲，咱唔修尔，咱若要修，大家都当返去，吼、哦，拢唔免甲想讲。修得困难，修得功夫越难深，我才有法度圣人就去啊，讲迄条件互咱引诱咱，使咱大家朝那个目标去前进。处颜主所以被尊为佛圣人，所以颜主呢，有当照因老师安尼讲安尼做，伊就互咱未来各位得到佛圣的境界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来了解，这是孔夫子在讲颜回、颜如主的恶恶，哦，不是什么学问足高，哦，孔夫子的弟子朱夏，哦，文学讲朱由甲朱夏，朱夏易经伊也能写易经，可是有达到圣人无？只有达到圣人尔，哦。所以咱来了解，一个人难当不乾隆不及格，这两个功夫做出来，安尼咱就往达到的境地。哦，所以一种足重要，啊嘛足实际。所以咱读册嘛免读册啊，哦，认真甲看，哦啊认真甲修，认真甲学，咱来当教圣人交代有安尼做。咱有哪会信？没有人会信，咱未信个啦。啊，讲人会信，咱未信。
最惊就是讲咱无安尼做，哦，这最重要。即卖第三章，诸华素无节，诸华素无节，染著为其母清净，染著为其母清净，诸华，诸华无极富，无极富清净。清液化有其意，有其意，染著有其色无病，染著有其色无病，诸法切其色者，切其色者呀，生慧马，生慧马，以勤求，以勤求，我闻之啊，我闻之啊。君子就急不计乎？君子就急不计乎？凡事为赞，凡事为之赞。有之足，我不求也；有之足，求必。孰孰？诸王，诸王，无无。以无逆人力相当乎？以无逆人力相当乎？这内面有一个凡事。凡事是原言。孔子做官的时阵，就做人原言，伊甲做言，哦，宰做言宰相，算讲做言秘书长就对了。这个原言作善，原言作善。所以呢，伊孔圣人呢，看到伊啊善，哦，啊，就加挂这个福禄给伊。啊，原言伊讲好话老师。你吃这好话袂使啦，啊个是，啊个是呢，孔子啊讲啊，你吃善，啊你厝边头个亲戚朋友去大堂，你轻功机会足少，提供互你个邻里乡道朋友个，啊，即、这个观念极乐，观念呢极乐国，哦，宽度之色，伊住伫伊迄个厝，一堂左右尔，哦。四口人蹲一顿左右尔，堪意而来，就是讲起一间厝，哦，拢迄落草厝起的，风雨往右，一间厝破，啊过了雨，哦，啊窗仔门用当用迄落破仔仔来做窗仔门，隔松而无阻，伊呢，人迄围的迄、那个。为了迄个内面呢，拢用许茅草上楼下石，顶面滴落雨，下底拢淡，拢足淡个多，空个做二天个，伊时时刻刻有闲，就伫内面遐坐，啊，就弹琴唱歌。即主公呢，先肥嘛，主公呢，徛一只足肥个马，足水个，哦，伊天求穿足好个衫。中堪而哦表述，所以伊就安尼足有迄、那个哦，足有迄个地位、迄、那个情形哦，啊，就去访问这個、这個、这官员，天不容他，伊迄内面呢，伊迄张车足水、足大张哦，迄行的行啊，就袂使等住，只往前去来见这个官员，啊，官员呢？多管利用是英文，伊就穿着足歹个衫，哦，啊，戴着足歹个帽啊，啊，啊来门遐开门，哦，正官即英作，伊就讲帽啊，甲戴着好好，戴着正正，伊迄个帽啊，第八个帽啊，迄条大就登去，进天即酒，哦，即酒店，哦，伊着衫要甲吊穿好。啊，迄、那个手骨的衫，哦，手腕断开，立地一将骨，哦，伊呢就讲下尾甲穿好，啊，断开去。主公看到咧穿咧，伊先生和平呀，哦，伊就甲讲啊，老朋友啊，你到底是安怎样啦？阮现头也起来就较严肃啊，严文字。吾才有疾病，学而不能行，才有疾病。现病也，非病也。原言大家讲，哦，我听老师在讲啊，
无财有一贫，学是不能行，但有一贫，现贫也为贫，无钱做啥？也学得到钱以后，未去收，未去行，安尼就变现贫呀。我管你安尼，真是啥，不是贫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也是姊妹，咱来了解，咱得到。不要去修道，不要去学道，哦，不要去普度众生，外圣甲外王拢做不出来，安尼都是得病，安尼都是得病，哦，安那无钱，那是傻，啊，无钱那是傻，哦，若浮皮色之形，啊，伊讲带来真点真世间，哦，那拢搞迄个好业啦，好业啦，比酒比肉。就讲比较好个人，但一面遐都是朋友，合意为人，合作者为了伊个人的人生，教伊为己，设计都是为咱家己的将来。仁义之力，哦，仁义怎啊较长个？仁义怎啊长个？骑马之识，哦，车甲马拢装饰啊，足好看。衣裘之礼，啊，衫裤穿甲足水。现不尽为止啊！我观念呢，哦，无忍心安尼做啊。主公遵循之有亏欠。主公听着观念安尼讲了后，伊家己作见识，家己作见识，哦，啊，面色怎啊叫的？不属于去，怎啊无该死就出去啊？观念乃是无意欲，观念乃背的。也看无一步一人行，也一拐啊一人出来。哦，歌上上之外，唱着了上调的上歌就转来啦。哦，声轮有天地，伊的声哦，足响亮，哦足响亮，不管天地间，如出金色。啊、哦，那像伊声交迄金石响亮。天主不得是神呀，天主呢，袂当来解救一种大事。诸佛不得是友啊，诸佛袂当交做朋友啊。故用心者无假，哦，真正咧用心的人，无讲有一定有一家庭做到偌好都偌好，用哦用智者无心，哦，真正有一智得行的人。不是的确讲，我这个心若不用，我就叫我当回事。心且不爱，俗人偏执。伊这个身躯都不爱啦，什么人？哦，我当然爱不用呢。是话，我心未色，不可转呀。我的心是只啊，哦，袂当胖，只要胖会叮当，我的心安怎能过得袂叮当？我心。为色，我的心是像石啊，不可观的，啊，不是像个石啊，不可观的，袂当讲啊。所以这是观念，哦，伫因《汉书外传》内面，哦，一个甲写出来，哦，写讲伊真正平易当修的，哦，遐个姊妹咱来了解，咱无啥观念，也困难。无像关灯煮遐困难，所以这个机会，咱来好好把握，好好把握。哦，主话，哦，讲主的，这个主话就讲西话，讲西话。迄个时阵，孔子在哦做官的时阵，啊派讲西话出使大使，去见国。哦，讲主呢，讲有得家因为老母。来给请一挂补充，哦，孔子那个讲啊，有一副，哦，安尼用一副来物件卖，一种较早拢讲迄个，哦，讲迄个是不能买的，千遍，讲，即个做啥表面，大家讲加一丝啦，哦，加一挂，孔子讲有一水二，安尼无解用较济少款。将主呢，将义呢，啊，就该用巧谋变，就该用谋变
我们这是一个数量的作者，是啊，控制快就了。讲切记识者啊，讲西华呢，你出出去坐讲，先肥嘛，徛迄个面足水足肥啊，易轻求，穿个衫裤嘛穿啊足水啊，哦，外口的装逼呢足威严呢，我们知啊，我听讲，君子是纠结不改，君子呢，哦是呢，纠结迄结，也是好结就好结啦。每个在用遐尼人济啊！元书迄个时阵，做伊个宰相，吴起琼哦，就变元书迄个时阵做伊宰相个时阵，哦，用九百数量个作者啊，和即个元书无遐济，伊歹遐济，哦，书就是讲个事啊，做啊，无你袂啥呢？伊有令人力行动哦，你可以再等经济力的经济也引力行动嘛，哦，所以一种呢是控制就是稳住呢，应求急啊，应求急，终于的结束，己不进全家富全之财富，哦，所以咱生活都嘛是小心安尼，工资的物件。哦，就要予咱了解讲，咱要安怎伫即个世间兴功立业？你随在兴功，人经常念我，哦，一定爱速中上，安尼才有功德。哦，所以即种呢，哦，即种是孔子以求结不解的主张，教训将有教文书，哦，真正。是用在不救，因为人主看这两者主张，伊都好个啦，买起啊水啊衫裤穿啊水，表示伊经济上足好。那经济上无足好，就不可能安尼啊。哦，所以孔子看就是安尼，哦，这两者人主呢，哦，人有各用啊一号的。孔子无甲知识研究，伊只是讲用安尼讲。孔子是用教来警惕每一个的姊妹，哦，所以前章是求啊不救，后章后节重在求救。世俗大道经常听话，真少了速中上。世间拢就是安尼，哦，经常听话改进。速度上坡也较少，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所以都是烦恼啊。啊，孔子呢，孔子却以为公西话已经固有，不必再述他更。孔子就看伊这个装扮，就了解公西话呢，已经经济上足好。哦，唔通搁再学下啦！哦，那么官书本来就杀就夹，所以得书红咯，加一寡学的，属于进入纠结贫困，属于进一步去纠结了贫困啊。那么读本章这方面呢，可以了解孔子呢端正西方这用意，读本章呢来了解。咱希望得安怎做，啊，咱就安怎做，啊，端正这世俗的这个用意，上面呢也可以了解，啊，处无之间各有所宜，啊，上面呢咱来了解讲，要处甲要互人，这个当中呢要安怎做较对，啊，咱就爱了想，啊，讲西话并非平凡。公西话本来是善，而且又可以加的这桥过道，或者加的这车啊过楼梯啊，这是不当无义务啊，无应该害，而且是害啊，啊，所以孔子教的人有一番，连文书文书当修是应该修，因为一来寄心贫困。
二来幸福的可以就这能力啊，哦，你本身业主啊，这两个文书的贫困啊，哦，所以伊这个贫困的话，内面伊会当给收挂起来。二来呢，幸福的这个钱啊，要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行功能的，就这能力啊。原始当初有出啊，当初原始应该受用心，所以孔子也教育他一番。孔子系教育啊，所以圣人的教育啊，适时而止啊，看什么时阵要安怎做，咱看来学。在这个社会中，进这个社会来，咱要安怎做？对咱道基。要安怎做？啊，咱这公家的钱，人行公立的钱，啊，咱要安怎来来应用？哦，大家一家人开出有一家人的功德，哦，咱就安尼做。过来谈第四章，诸位中央法，诸位中央法，莲友之主，莲友之主，心请讲，心请讲。水欲不用，水欲不用，山川底下住，山川底下住。啊，这孔子是咧讲中庸。啊，伊咧就即站起来讲，就是要予咱希望各位人啊，问讲咱遮个恁善啊，敢有法度人强修啊，咱爱。一只，咱看到一只，咱来家己体会。中江呢，哦，是啦，这个中江因老爸做了无好，所以茫想讲咱是大人做歹，咱做较无调嘞，无得看。所以孔夫子呢，伫遮提中江的代志来讲予咱兄弟姊妹听。这中江呢，哦，是孔夫子。诶，三千弟子内面，一直德行偏难，德行难言，民主天也必有用用。所以，我若看到这则，我就想讲，难言的德行真正大。你这三千弟子，啊，诶，第四，一个可以当面前君，啊，所以呢，可见中江的德行。看上到中江，看到中江，来了解个孔子哦，不前路不离过这两下，但每一个人拢做会到啊。孔子只是让孔子学了伊是不前路不离过，安尼尔，伊就当达到学生的境界。那这个哦方法，咱每一个人都拢会当做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伫遮爱勤学。勤修，孔子学了万年功，啊，诸位，花啊莫见其切呀，未见其枝呀。伊学了万年，眼会讲，我看在进步，无看在停困。所以随时学，食到三十岁都开空的，达到先进的境地。所以咱伫这个当中呢，近代开普渡的时阵，啊，都送到咱的门庭。也无在讲贵贱，也无在讲贫富，哦，大家拢天可以修，哦。这个孔圣人在学了中庸，莲友之主，心请讲，莲友就是十色的符，十色的符，哦，迄色的符，安尼发挥挥。较早呢，迄个时阵，一只符要祭祀上天。就爱穿金的赤色，啊，为身的这牛毛爱赤色，啊，所以咧讲这个中江因老爸一只十色的牛，唔过伊生出来牛仔，心请讲，哦，伊的皮肤、伊的毛拢赤色，甚至伊的角不甲足色。哦，水欲不用，当时的诸侯
虽然无人要解用，讲因老爸哦品行无好，无人要解用。山川以下住，唔过哦，山川的鬼神，伊一定会甲放杀哦。就是讲呢，真正达到中央，一定会甲用，因为伊哦心清净，伊这个人的品行足端正足好。哦，这种的宗旨是孔子的评论哦，比如评论这个中央的母亲，虽然愚见，但不能玷污中央之言。虽是因老爸无好，唔过中央的言哦，就无甚物人能够抗得了。所以咱真不要紧，咱的是大人。咱的祖上做了不好，袂要紧。哦，咱要去甲想起，只要咱真了解真道的宝贵，打开普渡，应时应运，咱认真来做，咱的能力有奈受得了上天甲咱肯定。哦，咱一定爱了解。文章是比一个例，例如是。比例中央的父亲，孔子为甚物用毛？哦，用毛色哦，白色的这个经文来做来比例中央的父亲呢？根据《史记》中年弟子列传达讲，中央父亲是高比肩的人，比比肩，所以伊才甲比例做一只十色的牛。因此，烈阳之子是比例中央的出身微贱哦。但比例讲中央呢，因老爸接触微贱，所以呢，也唔顾中央伊就偏行作端正。但中央却是科举难免之人才啊。唔顾中央的心智的品性，可以难免成君啊。所以孔圣人用心请教来比如伊的现在，哦，所以孔圣人呢用这个心请教来比例中央的现在，心就是吃食，为者无拢吃食，足顺性，教请教，教就是讲伊的骨骼发了足端正，哦，来比例这个中央的现在，随欲不用。虽是当时无人要解使用，只是假设的一事啊，是做一个比例。比例当前之人，虽然不想任用伊，比例当时迄个中迄个出钱为钱的人啊，看因老爸安尼，唔来解任用，山川以下处。一句话呢，比例当要田需要现在，未因为中央的出身微贱，是来解下去这样的人才、哦、所以咱来了解。虽然咱的祖上哦业绩大哦，啊，唔过咱本身得道了后，咱有哪当一心一意为道来牺牲来奉献，啊，咱有哪当修己过来立身哦。所以孔武祖最高的经典就是讲地立，立人地大立人，哦，所以诸公无极，并唔孔武祖啊，哦，诸公文人啊，孔武祖，哦，当然讲地立立人地大立人，哦，那当安尼做，就是高级的经典，哦，所以咱拢唔能，就讲咱过去外派都外派，过去迄阵都唔知。啊，即嘛知，咱会当用心哦来做人哦，咱有哪能达到个地方个？过来第五章，祝愿，会啊，会啊，其心三月不离人，其心三月不离人，有，即一月自然之意，即一月自然之意。这是孔子在报老人话，讲伊三个月中间拢无离心，一出的人啊，哪有会当达成？是一日还是一月呢？好，安尼啦。
了解。这个内面呢，伊有讲这个三愿，三愿就是三三九，九九八十的，天地之公地就是八十的。啊，就讲轮回自始到终，伊就是拢无违背了事。啊，村内人拢一日一月，哦，安尼尔勉强一下安尼尔，无像男女主哦，永久的。来自孔子之文研究的，哦，所以孔子来讲，我见其进啊，未见其止啊，有看在进步，无看在停滞。所以遐个姊妹，咱若有哪当从眼顶安尼做，有哪是着咱师尊师父老大人，咱的祖师爷，咱上天老母娘，甲咱讲，哦，甲咱娱乐，甲咱肯定，哦，这。足足，哦，所以咱而且，我呢依了这个目标的来做，哦，然后做空，生好人了，有好人了，有一只继续死，生嘛是人啊，啊我嘛是人，只要要照顺地安尼做，咱有呐照顺地如意平安，哦，啊咱即摆有缘。有一个点文书，你看，无啦无啦，啊，花好人呀，有好人呀，意味者就是死，不会的这个，哦，花好人呀，花嘛是，眼花嘛是真难嘛，一个山，咱无从眼花遐山，啊，咱嘛是难，哦，咱呐以眼花有目标来前进走，咱不能当达到的境界，来之外，咱。学圣人的书，看圣人的法，咱要学圣人的理。这种的宗旨，是孔子用称赞颜回的灵，诶，灵行人，以勉励国文性。孔子是用着颜回这个情形来勉励国的文性。人即心，心即人。心里底做出来，伫咱个心做出来。心内面有种啥个？心内面有种子，啊，就是人即心，心即人。来控制讲，人万物在，莫有人事。啊，可见人乃天性。人要来出世，咱都有带来啊，咱都有带来，叫咱念做伙，咱都。所以这就是天性，这就是天性，无上无，也难度，那么无上哦，无上无难度，天性就是安尼。人讲天命即为性，率性即为道，修道即为功。中庸的三公理，哦，咱就好好去甲体会，好好去甲了解。大学的三公理嘛是安尼。哦，明德、亲民、自由、自信，《论语》的三公理，合而时习之，啊、哦，不有一乎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。人不低而不愤，不亦愤自乎？一个人合而时习之，达到愤自的境界。所以，因这本册的三公理就是安尼啊，三个上重要。所以咱来了解，哦，这个哦，情难天性，含义非常丰富，这个包含咱人心的内面，哦，利足济，哦，何无私欲，邪见，以法为对人类乃至万物之分间无间的爱心，哦，真正。你也能了解这个真的真理，啊、哦，这个无私欲，嘛无邪见，真正真做出来，就无私欲，也嘛无邪见，啊、哦，法为对人类乃至万物，啊、哦，这个人包括了人类甲万物的分然无间的爱心，啊、哦，的全体，啊、哦，无人。无人欠，无人空的爱心，
这样子来了解。伊是人类万物生生不息的原动力，这个人是人类万物生生不息的原动力。这个人是咱人类来这世间哦，拢无停困，拢无停困的原动力，生生不息哦。经经讲生生即为人哦，咱来了解哦，无所谓为甲不为，咱若认这个目标去甲做，绝对无为甲不为这个经验哦。只因后天环境不同，因为咱落伫遮来讲，受着气病甲不育，咱的环境不同哦，所以咱按讲咱时常讲。气病所苦，物欲所避，解惊就是安尼。咱去予气病把咱苦掉咧，去予物欲把咱蒙蔽。来到遮，看到恶业，就要跟人拼哦。啊，违背良心的代志，拢去做出来哦。这是咱去予迷迷去的一件代志啊。所以内脏阴阳浮动，不祥之气所肯定。咱这个内心本来就苦不了钱，但是咱出世做人了后，一日关了后，内心内面但应付了哦，不祥的这个气来甲咱牵引，唔使气变苦，物欲甲咱蒙蔽，甲咱牵引去啊，就哦，甲人心负面，就甲这个人的这个心。来依起啊！圣人用铁器服你功夫，圣人在用铁器服你功夫。哦，铁器气质中之偏数，铁器了来气质中的偏数。所以孔子甲人主讲啊，伊问人，孔子甲人独独讲一句讲：铁器服你为人。伊讲一切铁器服你天下为人的，为人有己之有人。为善由你家己啊，要生善，要生善，要对路，拢是你家己啊。为善由己，己有人何在？唔是别人会当替咱做，咱来家己去做。所以咱爱定，一定爱去了解。哦，善言用切记福利功夫，哦，切记咱气质中的偏素，咱就落来吃。为了这个气质，哦，来到气界。过落啊，这个境界，哦，所以，若无去予气界甲咱变去，就是我靠境界甲咱迷迷去。所以对着境界了后，咱偏甲输的心拢走出来，输咱的人心道心，哦，合二为一，咱来当，哦，切记，哦，切记好个，切记咱的私心。使起伊咱偏心，使咱的人心甲道心会当合二为一，啊，才使人的功夫、人的功用达到啊完美的境界。咱若使这个人呢，啊，咱若人心甲道心会当合二为一，互咱这个人的这个功用达到完美的境界，这大家拢有法度，大家嘛拢做会出来。但是重要，就是讲气质中的这个偏疏，互咱人心甲道心无法当合二为一，啊，无法当达到人的功夫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。所以孔夫子，哦，特别重视仁德，孔夫子特别重视仁德，《论语》内面在讲的拢是在讲仁德的这个。重要性，伊平常讲学用心也在乎仁德。孔子三千弟子哦，嘛是文人上济。啊，孔子伫这《论语》内面嘛是讲人上济。哦，而弟子向孔子请教，最多也是食这个仁德。哦，所以咱用着较一摆看，较一摆看咧，啊，看了就甲背起来，看了就甲记起来。背起来，哦，本章孔子借着这个仁德的修养，
哦，深浅的程度来评论颜回甲其他弟子的柔软。所以文章孔子呢，照着这个仁德的这个修为，仁德的修养加一个意义，仁德的修养好甲歹的一个意义，深甲浅的这个程度来评论颜回甲其他弟子好甲歹。三观甲一观，哦，只是用来说明因不违背仁德，维持时间的长短。哦，三月甲七甲月，只是哦用来说明因不违背了仁德，维持时间的长短。哎，姊妹，一个人若当三月不违背，做久就怎啊落烧去啊？哦，就未阁改变啊！哦，啊，你若一日一过呢，要改变足紧。所以讲呢，食薰的人，若咱改起三日、三个月，都有阁食，这款人阁食的机会足少啊。食薰的嘛是啊，啉烧酒嘛是啊呢，三个月都无去甲食，哦，那么要阁食的机会足少，哦，所以咱。慢慢来去甲体会，用这真理来甲体会对何天如来，体会对何天如来，哦，拢是安尼啦，哦。所以呢，来说明他们无违背人道，哦，维持时间的长短的，不一定拄好三个月，爱拄好一日一过。但如此之不为人，虽然哦能历时永久。甘子的不为人呢，虽然会当历史讲究，但伊但也阁不免了有间断的这个时候，哦。但是当时啊，嘛不对啊，会做唔对。间断后虽然能自我坚定，培养人心，但究竟不是将心不为心啊。本来违背做了唔对的所在，所以。咱爱，伊就是讲爱要坚定，啊，咱呢也是实实安尼。咱有当时啊做对，咱会知影不迁怒，不疑过，哦，不疑过就是有那一个，啊，所以咱时时刻刻爱来坚定咱家己，安尼唔对啦，唔通不再做。可见忠心不为人家，很难做；可见忠心不为人的人。哦，真哦，咱做到，哦，所以咱一定爱慢慢来坚定家己。贵孔子，贵孔子问，贵孔子问，仲有可数将近也无？仲有可数将近也无？诸法，诸法，有也各，有也各，无将近何何有？无将近何何有？万数。树也可树将近也无，树也可树将近也无，或树也达，树也达，无将近何何有，无将近何何有，或树也可树将近也无，树也可树将近也无，树也个，或树也个，无将近何何有，无将近何何有。这个贵孔子呢，是真迄个时阵，哦，鲁国的这个官落在商家的手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因鲁国的这个中央已经无权啦，还是贵孔子在做官，伊嘛足希望讲会当请孔子的学生几个出来帮伊做，啊，所以伊家就问这啦。啊，问题都唔重要，哦，向孔子请示这个重要，这个经验，哦，所以孔子甲他讲，有也过，这个重要呢，伊足果断，哦，足果敢，胆量足在，哦，有忠贞何无有，来去忠贞可能无问题。第二个啊，就问这个主公，哦。主公会当来将情无，会使袂？孔子讲情也，树也达，
是嘛？这个人真通达，大行拢中爱，哦，有忠贞无可以，正该出来忠贞无问题。求呀，不诉忠贞也有，讲真求，哦，讲实话讲，求也易，求啊，足大行拢易，哦，有忠贞无可以，应该无问题啦。孔子答复了这个贵孔子的发问。伊出讲各地主的宗旨，啊，伊显示他们都是可用之的人才，哦，孔子讲伊地主的宗旨，哦，啊，大家拢是可用人才，所以咱先为领袖，先为领袖，先为大主人才，咱来对咱的道亲，哦，对咱的话了解这个人。伊兴趣是啥货？啊，咱来给提拔出来运用，哦，出来给咱的道中用。啊，伊有工会通做，伊也会欢喜，会发挥伊的长处，哦，啊，伊的歹处，看人在做，伊会当改变，哦，这重要点。啊，是孔子将魏国卖到鲁国，正是贵孔子执政的时候。孔子去伫周的国，哦，伫魏国，到大大来到魏国，就不能行于天下时阵，转来鲁国。哦，迄个时阵，拄好贵孔子伫执政的时阵，一时间有啊，贵咯，拢是做贵氏的家事。主公也在鲁国为官，哦，只是尚未做到忠贞的大夫，也未做到一个阶级。所以贵孔子就请问了孔子，重要主公任命三个人的才华。孔子在咧啊，即贵孔子在咧想用，要孔子即地主娶回来了后，孔子啊，就即贵孔子就想要来重用因这三个啊，三个人才啊，是否可以重用？那么孔子有对地主的个性优点。平时的留意观察，了如指掌。所以孔子呢，带这地主出去周游列国，伊对这地主哦的优点，平时都足留意咧，甲观察，哦，甲甲指掌。所以咱嘛是安尼，咱平常交咱的兄弟姊妹做一点伴道，哦，做一点出出入入。咱对咱的哦，咱的道亲啊，咱一定要去甲观察，去甲了解。所以，伊就将三个宗主当为孔子，所以伊就将三个三地主的这个宗主啊来甲这个讲好了啊。所以来甲当好为孔子啊，谢谢啊，来甲当这个为孔子。伊讲哪个？哦，贵中庸之个，哦，公义高洁的精神，主公之德，宽大的胸襟，任劳任怨的气度，讲究之家，哦，见闻渊博，知识丰富，多才多艺，故修道学道，使学道之人，必须集三主之中，集中于一体。咱爱三个孔子的弟子的长处，就做伙性情爱勇毅通达，用心不可夹暗，不要有小可优点，要上可上未开，一句话都放不下，或者性情都有限大了。其次要处事果决，公义合法性必须坚定不移。哦，才不会受环境来影响。多才多艺，多样哦，哦，多才多艺，用强能通啊，能精通。修道生活也是痛苦的一面，若不练独道，生活无常，无比比可更加艰苦。哦，所以咱今日姊妹，看到人家三个弟子的长处，咱来学，来了解。时间到了，十点，十点半，咱来听文字，好，谢谢。
谢谢。感谢感谢，直接请到公，公到公。哦，谢谢。